嗨，久しぶりです。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，我好久没拍视频。これからネイルに行ってきます。バイ。我们现在做完了那个美甲。你看。蓝头发了，今天是我们的毕业典礼店了，对，然后我们吃完饭，今天的vlog 的内容是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没有，只有吃完饭就这样。因为我最近没有拍视频，所以我今天好久没拍视频啊。但是今天太热了，我今天穿的都是黑色。我的发型是红色，好看对吧？不好。今天太热了，我汗出来了。嗨，今ご飯のところに来ました。こんな感じ。我在等。哇！我真的猜到了。今天是6月29号，对吗？对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吃饭。我上次拍了 vlog 也是吃饭，对吧？啊。然后今天是跟日本人一起吃饭，因为呢，那个日本人下个月，回国。我说错了，不是下个月，下个星期，所以今天是应该可能是最后一天。我有点很难过，我真的饿了，因为我今天起床了很晚，而且我没有时间吃饭，因为刚刚做作业完了，所以现在才可以吃饭。那我现在要出发啦，拜！今ご飯屋さんに着きました。旅行に行って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我到了补习班，好热，外面下雨了，我真的很闷。今天呢，今天是7月2号，今天很闷，我现在开始上课了，拜。6点开始上课，但是其实6点半还有30分钟，我在这里学习吧，自己学习吧。我现在下课了，我留在这里要复习一下，然后要回家。我的教室里这样，现在没有老师。上课的时候1对1，所以真的很好。那再见。明天呢没有上课，所以呢我明天要去看电影，好期待。现在6点25分左右，所以我要吃晚饭。最近呢我开始减肥，所以要吃沙拉吧。那这次的 vlog 结束了，拜拜。